喺日本村里面咧有好多间餐厅，咁当中咧只系得一间食泰国菜啫，其他全部都系食日本菜。不过所谓日本菜就唔系全部都入寿司、鱼生咁简单，都有啲食 fusion 式嘅日本菜啦，有啲食日式嘅现代菜啦。咁有间我几中意嘅就食居酒屋嗰啲小食。加上日式的小食價錢一定不會貴，可以面前所見到的大概都是100匹都已經有交易了。好像這個就是日式的薄餅，味道跟我在原宿吃的差不多，這個也是店主推介的。那日式炒麵不試了，這個我很想吃就是日式的串燒。記得去年去日本旅行的時候，在新宿叫了個日式串燒，叫了四串，叫了吃了45分鐘，因為個店主逐串逐串和燒。這次這裡第一次過上那麼多串，個醬汁味和在日本吃的都一模一樣。因為其實這裡的顧客對象八成都是本地這裡工作的日本人，所以對於食物的質素和口味都有很大的要求。一會兒咦有些不像，那日本顧客可能就會complain。多謝多謝你啊，講錯了，應該講日泰文先，不是講日文。在這個日本村裡面吃甜品的地方有很多間，這間較為受歡迎，因為主要是吃有綠茶的雪糕，日本人喜歡吃綠茶，兼且也都很多來自日本的小食，來自日本的小食就方便在住的日本朋友就可以就一解這個鄉愁，來這裡買一些日式的小食朱古力，就不用說回到日本才有得吃。對於部分中港台遊客嚟講，一提起到一啲布包，都會諗起胡咩袋啊，或者啲萬咩包啊咁樣。但其實更有意義咧，就係呢啲嘅環保袋啦。所以環保袋就係用呢啲膠樽嚟做嘅，諗唔到嘅嗱。睇落去布袋，其實咧係用呢啲膠樽遺棄咗喺膠樽，抌咗冇用嘅膠樽我嚟做嘅。咁兼且仲有一樣嘢犀利啦，就係啲水唔會濕嘅，啲水會線水嘅。啊，呢樣先犀利。整個泰國曼谷只有兩個地方有得賣，包括這個日本村。除了買嘢食的地方之外，這裡原來還有 massage 添，價錢呢竟然還便宜過市弄200匹一個鐘。哎，我是哦，大家好啊！來到這裡吃日本餐，這裡的日本餐就真的正宗也有 ，fusion 都有。咁呢間鋪頭由店主到呢個大廚都係日本人，咁所以口味一定正宗啦。嗱，面前見到嘅呢一味咧，就係佢哋自制嘅豆腐啦，日式豆腐造型賣相非常之得啊，價錢都係100匹左右。咁呢一個啦，亦都係新鮮嘅沙司麵。咁據店主所講咧，部分嘅材料包括啲墨魚咧，係嚟自附近史那岔嘅海域嘅，咁保證新鮮啊嘛。這一味咧就店主推介少少 fusion 成分嘅，就是呢個魚子加呢個沙文魚啦。咁但我較為中意咧就係呢一個，亦都係 fusion 嘅，就是呢個蟹肉同埋呢個蝦肉啦，唔係蟹柳，係真真正正嘅蟹肉啦。